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成龙和林凤娇的儿子房祖名因在北京容留他人吸食毒品，最终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及罚款2000人民币，扣除之前已被拘留的5个月，预计房祖名下个月14日凌晨可以获释。这也令一直担心他的母亲林凤娇松了一口气。昨日有报道指出，房祖名被捕后，林凤娇每日到北京灵光寺，并通过关系到没有对外公开的藏有舍利子的殿堂参拜，每次林凤娇都会独自去跪拜并叩头万次，祈求儿子能够早日获释。知情人透露，每日他都会在庙内点起莲花灯，并交了半年的钱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